肌肤重回20岁的紧实，这是真的可能吗？在美国的研究发现了60岁左右有运动的民众，比久坐不起的民众呢，皮肤不止表皮层，就连真皮层也回春了，就像是回到20岁一样，年轻有弹性。而且只要一个礼拜呢，运动超过3个小时，就可以逆转你的年龄。肌肉紧实的好身材让人好羡慕，想要变年轻得赶快动起来，不只可以活化大脑，还能够让皮肤年轻20岁，不用靠医美，只要1个礼拜有3个小时的运动。这是美国的最新研究发现，1个礼拜慢跑或者是骑单车，坐上这些运动超过3个小时，比起喜欢久坐的人，臀部的肤龄将近20到40岁。皮肤的帮助的话，就是你会觉得好像有代谢到，因为可能平常就是都待在办公室里面，比较不会那么干燥啊。但皮肤科医师认为这只是间接的影响。那皮肤本来就没有晒太阳，而且老化速度本来就很弱，那当然你稍微回复一下啊，它的年轻化的速度就感觉就非常的明显。医师提醒，老化杀手更恐怖的是阳光、抽烟、油炸饮食以及作息不正常。想要在炎炎夏日运动，还要做好防晒，否则老化速度比起回春速度还要快上许多。记者林慧荣、陈轩白台北报道。